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哎，之前呢，政府再次分发口罩哦，你们去领了没有？我没有领哎，因为我家里还有一些口罩，所以我想要留给更需要的人。Good girl。哇，两位真的是非常贴心的这个想法哦。那当然我们要再次的提醒我们的阿公阿嬷们，因为呢你们是属于比较高风险的族群哦，所以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医疗口罩或者是政府派发的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哦。对啊，之前我一直提醒我妈妈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戴口罩，而且要戴得正确。现在呢是轮到我妈妈一直提醒我。还有多一个温馨提醒哦，就是呢一定要记得 check in 还有 check out。哎，凤玲讲的呢就是我们的这 safe entry 哦，一定要记得登入还有登出哦。哇，其实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呢，我经常忘记 check out。我也是哎，但是呢大家要记得哦，确实的登入跟登出我们才可以正确的记录下我们在不同地点逗留的时间，而且呢也可以加速追踪可能的病毒感染群。其实这些呢已经是我们的生活新常态了，所以大家只要互相提醒，很快就能够适应咯。没错，还有多一个提醒哦，快快去喝一点水，准备跟我们一起运动吧。运动这件事，生活少不了的事。大家好，我是内老师。今天我们用盒子来做下半身的有氧训练，但是注意哦，你的盒子只要放在地上就好了。好，我们先做踏步，踏步。好，请你特别注意，你在做踏步的时候不要一直往前，不然你会踩在你的盒子上，这样就有点危险了哈。记得原地踏步。好，今天的运动呢会有一点点的难度，要运用到很多的点啊、快啊，或是左右的一些动作。所以等一下你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请你要注意安全哦。然后再来，记得在家做的朋友找一个室内通风的空间，旁边尽量不要有家具会阻碍你，不然你会撞到。OK， 好，来，双手叉腰，一样继续做踏步，让你稳定没有手的感觉先。好，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来，注意看老师的动作，用你的一只脚去点盒子，点就好了，不要去踩它，点一下回来，点一下回来。好，记得，所以你的纸盒要挑坚固的哦，不要挑太软的，只是点不是踩哦。来，一回来，二用脚尖点就可以了，三来，四五。如果在做这个动作会不稳的人，可不可以旁边加一个椅子辅助？可以哦，或扶着墙壁也没有关系。所以在做的速度自己抓稳定安全的速度就可以了。老师啊，如果左膝盖稍微弯一点点会不会帮助平衡呢？是，这个问题很重要哦。在支撑的脚保持弹性不锁死，这样可以帮助你的关节也不会太大的阻碍。 OK， 也可以帮助你比较稳定，所以这个提醒很重要。好，来，做最后三个，三二一。好，来，换脚，一。好，特别注意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下脚的时候请你踩稳才做下一个动作，你不要晃晃一直晃来晃去这样做，这样有点危险哦。记得身体 hold 住，看老师是很稳的，很好。那奈老师，这个盒子要放在离自己多远或者多靠近才比较适合呢？好，其实这个盒子呢有跟你的脚的长度有关系，所以放在适合你轻松跨起来是安全的状态就可以了。好，来，做最后三个，三二一。好，注意看哦，一只脚一下，老师先做个示范来看哦。一踩稳，二换脚，明白哦。来，准备，手叉腰。好，开始，一二。提醒各位在家做的大哥大姐，你在看的时候最好是怎么样，其实可以看着你的脚会比较安全。有时候你看前面啊，像老师如果看前面这样做也会有一点点怕怕的，所以其实看你的脚没有关系哦，安全最重要。一只脚一下，老师，一只脚一下。如果你坐久了你觉得这个哎还蛮轻松的，我们可不可以增加这个盒子的高度，会不会让整个运动比较困难一点？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太轻松了，你是自己可以把盒子立起来稍微变高一些，它的角度越高你所要用的强度就越大。但是啊，老师会建议你哦，如果没有运动过这样的方式的人，还是先用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先抓到平衡的感觉，才慢慢加难度。记得运动要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做最后五个，五四三二
一，好，来注意看哦，现在有一个难度咯，现在把你的脚跨过来，踩稳之后踩回来。好，如果你发现哦，啊，老师我怎么跨不过去，你就可以靠近纸盒多一些，把这个角度放小。先看老师做一次，踩出去，用脚跟踩地板，踩稳了，回来。这个是要帮助所有的大哥大姐，你在走路的时候不要拖着地板走，脚抬起来，回来。好，来，先做一只脚，准备咯，开始。一，回来。二，回来。三，记得脚一定要跨出来，你不要脚跟踩到这个盒子，这样很容易怎么样？踩不稳或是扭到。所以记得把脚步迈开来很重要。那如果你发现哇，老师我的盒子好像太大了，我迈不开，可以自己去换盒子的大小，安全是第一优先考量。钟欣姐姐，啊，这个很适合我，因为我走路的时候时常拖着脚，对，这个很好。好，其实呢，如果你走路常常会拖着脚走啊，其实当你在拖的时候，你的膝关节其实会有很大的磨损，所以把你的脚抬起来走，可以有效的保护膝关节的部分哦。做最后三个，三，回来，二，很好，一，来，我们要换脚咯，来换脚，换脚的时候先怎么样？稳定先，好，踩稳，一。很好，有没有发现左脚右脚感觉不太一样，对不对？是，因为我们有分惯右边跟非惯右边，所以你会发现在踩左脚，像老师是右撇子，所以在踩左脚的时候就有一点点不稳，所以你在做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感觉哦，吼，用自己的速度，不一定要跟老师一样快，脚抬起来，很好，脚抬起来，轻轻放下来，踩稳，来做最后三个。三、二、一，好，来注意看哦，两只脚各一下，这样叫一，回来换脚，二，回来，好，来一起做，准备，开始，一，回来，二，很好，眼睛看着你的脚没有关系哦，吼，安全最重要，如果累的话怎么样，自己休息一下没有关系。不稳的朋友可以扶着椅子或扶着墙壁哦，吼，运动要量力而为。所以在家里做这个动作的阿干弟哦，记得哦，跨步向前的时候要脚跟先着地哦。如果你用脚尖着地，没有踩稳就会怎么样？扭到了。可是脚跟踩就可以稳稳的踩，明白吗？好，来做最后三个，来，三、二。一，好，这时候请你怎么样，把这个转过来，变成直的，移到你的盒子的旁边来。好，注意看老师哦，一样踩过来，回来。好，因为左右会比较不稳，所以你在踩的时候请你小心哦，吼，来，一，踩稳，二，很好，三，老师还是要特别强调，不稳的朋友可以怎么样，扶着椅子或扶着墙壁没有关系。那如果你发现左右在做跨步的动作，你会跨不过，那你就选择那个盒子比较矮的或是比较小的，这样会让你怎么样，在训练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好，记得数出来，很好，脚抬起来。安克兰蒂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也会不会同时在训练他们的平衡啊？是，当你在踩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可以训练到你的脚，还有也可以训练到平衡，但是记得老师还是要提醒，安全最重要。好，来做最后五个，五、四、三、二、一。好，来到盒子的后面，做最后十下踏步，缓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站好中心姿势，手打开，深呼吸，来吸气，好，来吐气。来，第二次，来吸气，好，来吐气，记得要搭配你的手哦。最后一次，吸气，好，来吐气。哇哦，你做得很棒，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鼓励。说真的，每天这样运动的话呢，肯定筋骨会比较活跃。所以两位怎么样？今天
我觉得我今天是第三天做这个运动嘛，我觉得我的体力好像比较好了，没有那么酸痛的感觉。我觉得今天运动也对老人家非常好，因为可以训练你的平衡，所以多做呢对你身体一定很赞。那我是觉得脚部的运动挺好的，因为脚嘛就好像树的树根一样，你把它练扎实了，你就可以站得稳，越走越远。哇，说得真好，阿公阿嬷做运动卖干将慢慢来 ，OK。最主要的呢就是要量力而为啦，自己呢可能需要扶一点东西的话，也不用担心，就扶东西嘛，只要把根基做好了，下来就越做越行啦。好，这时候呢大家去休息一下吧，喝一点水，我们待会儿见。乐学新知识，让你健康一世。阿公阿嬷，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桌子，你就知道了。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牛奶。对，我只知道全脂的跟低脂的，我真的不知道牛奶原来有那么多种。其实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呢，对牛奶是又爱又恨，因为牛奶的那个营养是非常高，可是我们亚洲人有那个乳糖不耐症，喝了会拉肚子。哦，是你哦。乳糖不耐症的问题呢，其实是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乳糖消化酶，所以如果你这个东西没有在运作的话呢，乳糖进入我们身体，它没有办法被消化，直接到达你的大肠的时候呢，你的大肠里面的好菌坏菌都很喜欢乳糖，消化之后呢会产生酸性物质，还有很多的空气，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腹胀疼痛，然后拉肚子，这就是乳糖不耐症。然后刚才师妹有提到说亚洲人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事实上呢，根据研究发现，其实真正缺少乳糖消化酶的亚洲人大约少过2%，所以其实有98%的人都可以喝。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你不是没有乳糖消化酶，而是你的乳糖消化酶在睡觉。哦，那要怎样启动它？喝咯，多喝就是启动，对，就接触它，对，你只要去接触，你就可以把它叫醒，叫醒了你就可以消化它了。哦，你喝不够要多喝，常喝，常喝，它不是喝多，而是常喝。OK， 那当然了，如果我们说到这个牛奶嘛，刚刚我们也提到牛奶真的很多种，你常喝的是什么？我常喝的应该是低脂的。如果你本身已经有所谓的血脂偏高、血糖偏高、三高的问题的话，那通常就建议选择就是低脂的牛奶。那如果你没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没有这一方面的家族病例的风险的话，其实没有关系的。其实呢，很多的低脂牛奶他们有额外再添加一些营养素，所以呢他们的营养素其实都蛮相近的。那市场上其实有一个东西叫做 fresh milk， 就是所谓的鲜奶。那鲜奶呢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也就是从乳牛身上萃取出来的牛奶就进入包装里面，所以这些就是原汁原味的营养。我也发现啊，有一种牛奶是不需要放在冰箱的，这种牛奶是不是因为比较普通啊，还是缺少了什么，所以它不需要放在冰箱？也是我不敢买的。而且它的寿命很长的expiry date 很长的呢。它其实是它的那个加热处理的方式不一样，平常在超级市场看到的那些摆在冷藏部的那些牛奶，他们的那个热处理就是加温方式呢，是我们所谓的 pasteurization， 巴氏杀菌法。那 pasteurization 呢，它基本上是在70-80度之间，15-30秒的速度，然后做那个杀菌。这个杀菌呢，很大程度上可以减少对营养的破坏。但是呢，它的那个储藏时间呢，大概只有2-3个星期，而且一定要冷藏。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称为 UHT Ultra High Heat Treatment， 或者有些直接叫 Sterilization。那这个呢是120度，120度呢，这个杀菌呢，基本上可以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然后呢，这个牛奶呢不用冷藏，可以摆放1年。所以它其实还是同样的奶，只是加温的效果不同。不过呢，第二种这种超高温杀菌的这种奶呢，它的营养素会比较少一点。那如果是那种去挤牛奶的那种现喝的呢，是不是营养比较高？营养来说的话，其实应该会稍微多一点，但是非常不建议，因为呢，如果没有经过热处理的牛奶，是很容易被细菌感染的。是很危险的东西。是我带我家小朋友去挤牛奶喝是错的。现场喝一点点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不要拿一整杯就这样喝下去，因为消化系统可能没有这么容易处理。好好。所以植物奶呢又是什么？其实植物奶就是用那种植物萃取出来的类似奶的那种饮料，就比如说我们常常喝的豆奶，其实就是植物奶的一种。那现在市面上开始也有越来越多的种类，比如说像杏仁奶，或者甚至于现在有燕麦奶的那个出现。那这些奶哦，可不可以取代牛奶的呢？其实植物奶本身的
营养价值跟普通的牛奶是有差别的，因为其实这些本身呢，它少了一个东西，就是钙质。因为牛奶里面它的钙质呢是最容易吸收，然后它的那个成分也是最丰富的。然后呢，这些植物奶本身，它们原本植物本身所拥有的钙质呢，其实没有这么多。年纪比较大的乐龄人士的话，会建议一天至少要有一杯的牛奶来补充你身体所需要的钙质。如果是有一些健康问题的话，可能就选择低脂的。然后呢，在选择上的话呢，你可以选择添加一些比较多的钙质的，然后呢，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有添加 omega 3的。然后现在呢，开始有一种新的那个牛奶的添加的成分叫做植物固醇。那经过科学家研究发现呢，添加植物固醇的牛奶可以帮助身体减少胆固醇的水平，所以其实也是一个蛮推荐的一个成分。听完这些哦，从现在开始呢，我到超市去，我就知道应该怎么选牛奶了。在这里呢，我也顺便提醒家里的阿公阿嬷哦，现在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要戴口罩。除了吃饭跟喝水，你可以拿下来，其他时间都必须戴着哦。而且要选择有过滤性的医疗口罩，或者是政府派发那些能够重复使用的口罩。那回家的时候如果搭电梯的话，一直在提倡哦，就是在电梯里面千万不要交谈。那尽量啦，可以的话保持一点点距离，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我们的这个飞沫传播，那会有细菌感染等等等。大家呢最重要就是永保安康 ，OK？ 好了，这时候我们也要稍作休息，回头再见，谢谢子豪，谢谢，谢谢。健康那些事，饮食这件事。今天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的阿公阿妈，当来打什么街？我在，我打。好，你打来。阿公阿妈，请尽量留在家中哈。那如果有一些朋友想要趁这段期间呢去探访年长者，请注意哦，不能超过五个人上门拜访。那还有就是在拜访的过程中，请注意个人卫生，还有必要的话呢，要保持安全距离。是说的非常的好。那当然除此之外也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些朋友啊或者工作的同伴呢是需要密切接触的嘛。如果除了他们之外哦，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接触其他的人，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这个交叉感染。所以大家呢都要为防疫尽一份力哦。好，马上呢我们要进行我们的烹饪时间了。 Chef 我们要煮什么啊？今天哦，今天我会煮黑蒜酱蒸鳕鱼。OK， 我们首先把这个鳕鱼放去蒸炉里面。蒸鳕鱼不用放姜去去腥吗？其实鳕鱼它的品质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鱼来的，所以它的腥味没有这么重。然后我们蒸出来，我们稍稍吃的话是没有那个腥味的。那除了鳕鱼之外，我们还用其他什么鱼吗？我们家常蒸的鱼都可以用啦，比如讲红槽啦，然后红斑啦，石斑啦，这些都可以。白鲳鱼？可以啊，鲳鱼也更好啊。一般上以刚刚那一块鳕鱼来说，我们要蒸多久呢？你要用大火蒸啊，然后首先你的水要滚先，然后我们才放鳕鱼下去，大概是八分钟。OK 啊，在家里保险的话，就蒸十分钟了。接下来我们就要煮那个酱汁。OK， 酱汁的话，我们今天做的是黑蒜酱。OK， 我用的是这个牛油。OK， 放点牛油。先爆香这个葱头仔的那个蓉，切得碎碎的葱头仔。OK， 师傅，我们要用那个黑蒜是那个烤过的黑蒜吗？它不是烤的，它那个蒜是经过发酵的，经过60天到90天的发酵过程。然后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降低你的血糖啦，然后降低你的胆固醇这些功效。其他的味道方面哦，跟普通的蒜也没有什么大差别。它会比较带酸一点，因为它经过发酵。那我现在下一点蒜蓉。啊，又加蒜了？一点点了，一点点蒜蓉，然后一点点姜蓉。姜蒜葱都有哦，这道。对了，给我们加这个黑蒜进去。这个黑蒜呢，我把它的肉扒出来了，然后我跟它弄成泥，弄散它了已经。OK， 我们再加一点水进去。OK， 小朋友会喜欢这种黑蒜的味道吗？可以啊，我的孩子就很喜欢吃啊。昨天我在家里煮，他们直接拿来吃生吃。其实视觉上看哦，它很像那个
Baccarat 那个 Peranakan 的食材， 对，那种是你要么就很喜欢，要么就非常讨厌。它会是那种泥状的，那你弄散它就很像一个 sauce 这样。其实这样翻炒的时候，我已经闻到那个酸酸的味道，突然间觉得很开胃。加一点盐，然后再加一点那个鲜味汁，给我们再煮一下。所以基本上应该都大概算大功告成了吧，因为鱼一蒸熟我们就可以上菜了。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陈皮咯，然后我放这个陈皮的原因就是想要它的鱼吃到比较清香啊，有那个水果的感觉。所以最后我们要下这个陈皮，陈皮是拿来切粒的，干的，然后泡水了以后切粒。好，在我们煮完这个酱料的时候，那个鱼也差不多了。OK， 我们就可以拿那个鱼出来了。好，很快的，我们摆盘之后 ，OK， 黄素芳，你就可以试一下这个味道到底是有多么的复杂或者是丰富哦。你很少看到我愣在这边动也不动的表情，对吧？我是真的不知道要有什么样的感受。师傅说他很安全，给我少少滴。哎，可能你自己吃了你很喜欢也说不定啊。我也是觉得他可能会给我惊喜啦，可是不管是吓到的惊喜还是喜欢的惊喜，有没有？给我试了。我们闻的时候有很多的酸味，这个吃起来没有酸味。所以你看，它很像淡咸的黑豆酱的味道。对啊，因为就是这个酱味嘛，而且我刚才看他这样煮的时候，我就觉得 chef 的这个应该是一般上大家都能接受的味道了。对对，要经过稍微调一下那些味道，它就比较综合了。其实哦，真的，如果你忘了这个步骤的话，非常简单，只要到 MeWatch 看一看哦，就可以了解整个步骤了。是，如果你有尝试煮这道菜的话呢，记得要 #健康那些事，还有 Get Fit with Me， 记得哦，要试一试哦。健康那些事，你我他的事。